大家好，今日是5月19日星期三，佛誕，香港是休市的，不過外圍仍然都有交易。看回昨日的市，由於收市在28,593點，即是說技術上已經是收復了10天和20天線，望高一點就是50和100天線。為什麼一直都強調這一點呢？因為市要擺脫進一步反覆，第一個條件一定要走在10、20天線樓上。咁好啦，我哋數數時間。下個禮拜三咧已經係職業期指轉倉高空日，下個禮拜四就係職業期指結算日。咁即係話下個禮拜二同禮拜一，同埋呢個禮拜五、禮拜四呢四個交易天，只要好倉大户稍微加把勁嘅話咧，個市喺現水平唔使多升多大概300點度，已經係出現一個技術上嘅突破，不單止係收復咗100和50天線。更重要的是有機會是突破了今個月7號的高位28,884點的。當然直到這一分鐘，今個月仍然都還是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，那就要看看成分股的表現而定了。傳統藍籌大致上都是平穩的，其中最亮麗不用說一定是友邦，但新經濟股就有些個別了。騰訊是回穩的，上回600元樓上，但是美團、阿里巴巴、京東、快手等等，其實都仲係略為反覆大軟嘅，睇下未來呢幾日能唔能夠有所改善。